都市谁来晚餐，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，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做客。今天来到台中拜访热爱运动的一对阿公阿嬷跟他们的家人。阿嬷宋孟芬59岁，每日健身，56岁那年还参加了一场健美比赛，孙女都叫她运动阿嬷。因为很爱练啊，很爱练肌肉啊，因为好不容易练的肌肉练那么辛苦，当然要练啊，对不对？孟芬的先生周蔡兴喜欢跑马拉松跟旅游，夫妻俩用跑马拉松环游世界。在食品业打滚近40年的阿公，常常三句不离经营管理：喝致富可以冒险，守财不可以冒险。稻盛和夫讲说成功是个磨难，一模一样。孟芬的大女儿周淑如，2015年进入公司开创品牌。处女座的她在工作上完全呈现刁钻的一面。我对工作的要求是真的很高，然后会蛮吹毛求疵、完美主义。淑如的先生元豪一开始是淑如爸爸的员工，对于和老板女儿交往，元豪坦言很有压力。我希望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就觉得，那我就离开就好了。淑如和元豪结婚后生下两个女儿，老大多莉是高敏儿，老二穆莉不到2岁，是个很稳定的小孩。淑如的妹妹怡婷，姐妹俩感情好，什么都能聊，还一起工作。刚好台北工作就是也结束了，就是离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回来吧，这样，然后所以我就回来了。怡婷的先生阿丹则是为爱难迁，从台北搬到台中。我原本是那个做业务的，然后现在是当工程师。淑如的小弟祖旭还是一名研究生，他明年要先拼毕业。对啊，过年后应该先搞毕业再说吧。他们想邀请谁来做客呢？我还蛮期待大 H 的，因为我自己走过这一条路，我觉得不容易，然后我觉得他很健康。是期待淡如姐会来啊，因为她跟我有很多共同的点。我许愿的名单有昆凌，然后贾静雯。大 H 跟浩子都可以。我是许愿小 S 跟那个唐启阳老师。都爱好了。这一家人平常分住3地，生活独立。在来宾上门前，先看看他们的故事吧。孟芬热衷健身，但是疫情爆发后很少上健身房，住家就是她的运动场。我如果带孙女就没有时间可以运动嘛，我就在房间自己这样弄。对，这个也是简单的。你看我都已经2-3年没有去健身房了。一根弹力绳加上一只扫把柄，孟芬随地取材就能自主训练。年近60还能做4下引体向上，徒手训练结束后还有杠片。以前呢、可以做很多，现在大概随便做一做就好。有啊，我有汗，还可以更强。不够操。不太会流。这已经全部都加上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多重。杠片加上杠杆，全部75公斤，等同一个成年男子体重。49公斤的孟芬，无论用哪个部位推，看起来都不费力。重训练出好身材的她，2019年还参加了健美比赛。4年前初次站上健美舞台就拿下第3名，带回2面奖牌。原本打算60岁前再报一场，当作人生里程碑。看我当时候带的东西，因为我怕它氧化，我都还用这个大夹链带把它夹起来，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。你知道我的比基尼的衣服一套，5-6万，
那个我先生不晓得知不知道，偷买的，只用一次是不是很可惜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要再比一次，至少用两次。你不能游泳吗？那它为什么这么贵？它贵在哪？哦，这进这赚的啊。这个怎么游泳？它就是一个，就只能这手工的，这么贵的东西，然后就穿一次，是不是很可惜？然后就想说，好啊，再来练一次这样子。然后我家人都非常反对，他们就说那时候我看起来很不健康，太瘦了，赛前就是降体脂，我那时候降到9而已耶，超低的。体脂肪能够降到9，除了长期累积的肌肉量，吃什么也是很大因素。你看我们家都没有菜，就只有那一点点菜，那不是我买的，也不是我要吃的。我几乎没有在吃菜，可是我都不会便秘。打开冰箱看不到青菜，因为孟芬是全肉饮食的实践者，她三餐以大量肉类跟蛋白质为主。这个是羊肉，是我们台湾的羊肉，是我回来的时候叫的，然后到现在都还懒得煮。然后你看，这是我特制的培根。特制的哦，特制就是没有添加物，也没有任何东西，就是自己熏的。我一次就卤这样子，可以一次卤两锅。哦，我会放冷冻啊。我最近每天都吃肉，一吃都超开心的。因为正餐吃吗？哎，我一天吃一颗哎，没有没有啦，我在家里就比较认真啦。比较认真，没有乱吃啊。我一餐可以吃大概五颗蛋吧，一餐最少。那真的很饱哎，很饱才开心啊，干嘛要让自己饿？当你很饱的时候，你想吃巧克力又吃不多。全肉不会腻？不会耶，很好吃，因为可以吃肉吃到饱。嗯。从饮食到运动，看出孟芬的个性相当自制。她说自己讲求计划，喜欢生活细节在自己的掌控之下。我是计划好了，我大概25岁，我一定要生一个小孩，因为25岁的想生的小孩是最聪明的，所以我要25岁生小孩。果然，我25岁生小孩，所以我24岁我应该结婚这样。结婚37年。孟芬有一个和她一样热爱运动的老公，夫妻俩用跑马拉松环游世界。从2014年的第一个华盛顿马拉松，最近刚结束伦敦马拉松。哎，我先生都把这个号码牌给我丢垃圾桶，他只留什么你知道吗？奖状，就是 finish 的那个。可是你知道这个号码牌，它是别在我们的跑步的衣服上面。所以它充满我的汗水，还有我的泪水，所以说这个对我意义很大。孟芬开始接触马拉松是为了经营夫妻关系。年纪轻的时候大家各忙各的嘛，他忙事业，我忙小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忙，没有交集啊。7、8年前。那时候我就已经空巢期好几年了，我所以才决定说我要跟着他。这天是孟芬生日，大女儿舒如带两个女儿，二女儿怡婷和老公阿丹，还有小儿子祖旭，相约在爸妈家吃火锅庆生。这场聚会，大女婿元豪缺席。你要看，我看谁最高？在红。猫。那一定是那个球球比较厉害啊！对啊，变成，等于是空白版的奇遇。嗯，空白版的奇遇，它就一定会有。六大两小聚在一起，屋子里气氛被吵得闹哄哄，大伙边吃边聊，回忆起陈年往事。因为我们家是一年就
有过年的时候会换床单，超恶心。而且我们或是哦，还有时间去买，放来了乐色车，买新的时候会直接换新的，而且我们新的那也都不会洗，就没剪了。小时候好像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你们也不知道要换哦。觉得换床单好麻烦。诸如三姐弟小时候刚好是爸妈创业初期，不只对孩子们生活起居疏于照顾，夫妻俩的争执也比较多。那时候学校老师就说，那个在家里不要讲公司的事情，感情会比较好，就比较不会吵架。然后我就这样提议，结果他们两个就一起骂我说，不两个这样讲的吗？孟芬今天的生日蛋糕是由二女儿怡婷操刀。在做千层蛋糕的鲜奶油，你看会不会烫？好，你吃，好吃吗？二女儿怡婷和 Dolly 把刚煮好的卡士达酱一层一层抹在半成品的蛋糕体。拍摄团队的导演突然天外飞来一笔，刚刚以为是中装。葱抓饼，真的蛮像，就过一下。他画的一家人，然后来都领自己的。一个星星给一个满的爱心。啊，谢谢。我已经跟他达成共识，我说以后你们家的聚会还是什么，只要有你们家的人，你爸妈在，我基本上都是不会出现的。元豪为什么拒绝出席叔叔娘家的聚会？下段回来告诉你。神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住在台中，当了阿妈还报名健美比赛的孟芬以及她的家人。孟芬的老公蔡兴也是一位运动狂热者，特别喜欢跑马拉松。我本来体脂率也是19、20、25，但最近一直就掉到13、14，就是因为我6月份为了要去准备日日嘛，就是跳桃马。每天跑一个马拉松嘛，总共要跑7个。我现在是不跑就很难过，为什么？我热爱啊。热爱跑马拉松的爸爸也把这件事变成给女婿的考试。就突然有一天，他就蹦，然后就所有要结婚的都要一起跑个马拉松。应该就是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吧。全马马步线。怡婷和阿丹的全马考验。碍于疫情，赛事一再延宕，没有赶在结婚前完成。他们是登记结婚后再补考。当我的女婿都要跑出吗？那如果不跑，可以当女婿吗？不想我女儿应该都会听我的话吧。就努力完成嘛，对，不然就不能娶她。还在期待那个爸爸会忘记，因为我们已经先登记了。对，我们是算等他忘记，就后来他还是想起来。对，是爸爸提醒你们说还没有跑。对，躲不了，躲不了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由于怡婷已经怀孕超过25周，大腹便便的准妈妈不适合参赛，所以今天这场马拉松由爸爸陪同阿丹完成。今天这场赛事并不好跑，路线绕着联合大学八甲校区，经过苗栗通霄、铜锣，再回到校园，42公里，有不少山路陡坡。起跑一个小时后，阿丹和爸爸在第一个补给站现身，补充水分后再继续上路。爸爸果然是马拉松手手，整路步伐轻盈，经过3个多小时，最后10公里。爸爸仍然面不改色，看到镜头还能高举双手打招呼，
反倒是阿丹看上去有一点状况。在终点线的怡婷和妈妈等了快六小时都不见爸爸和阿丹踪影，看得出怡婷很担心，一个人默默移动到操场入口处，眼神直直盯着回来的每一位跑者。终于爸爸和阿丹回来了。阿丹加油。最后100公尺，妈妈也加入陪跑行列。4235，恭喜4235的选手，恭喜恭喜我们的蔡心大哥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完成了，跑完一半的时候，就脚开始变微恙，然后大概跑到1/3的时候，就整个脚都抽筋了。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完成不了，可是爸就是有带我怎么拉筋这样，他拉几次，然后再配合，他说固定可能每2公里拉一次吧，对啊，拉很多，对啊，拉超多了，哦，筋太硬了啦，对啊，筋太硬了。他后来就是还是顺利完成了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哇，中间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快掰了，你知道吗？阿丹的人生出马6小时08分圆满落幕，自己很有成就感，岳父大人也很满意。以出马来讲，表现得非常棒，前面21公里都很正常。那我一开始都有告诉他出马会发生哪些状况，他最主要是在32以后开始有比较大的抽筋了、啊。遇到我这个老司机还可以，这个老司机，唯一指定老司机。蔡欣与家人们的话题大部分绕着运动跟经营学。如果你第3级、第4级就可以再快一点。10公里你要补充一下，因为那个糖类会太少，而且你要去喝水。你可以偷偷问他嘛，他们人家这样一年可以赚多少钱？问这个吗？他就问那个妈君有多大，舍不得是舍不得到什么程度啊？面包的压力或是吸引力远大于爱情。到时候我是讲，他说成功跟失败都是磨难啊，对不对？大家意见已经不合了、啊。岳父和女婿聊天，三句不离经营学，却不是每个女婿都买单。所以你认识舒儒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他爸爸的公司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我刚退伍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在他们公司。老实说，我会担心啊。谁喜欢自己的小孩那么辛苦？既然结婚的话，两个夫妻就是要一起啊，干嘛落差那么大？啊，但是那是他们自己找的啊。可能跟岳父有摩擦，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他是用老板的身份跟你讲话呢，还是他用岳父的身份跟你讲话？那甚至是我可能平常吃饭、出去玩聊的话题都是工作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工作跟生活跟家庭全部混在一起，是一件非常令人困扰的事情啊！我不是很喜欢这样。周蔡欣他在工作上，他就是很认真的人啊，他就是很直来直往的人。但是他的直来直往会伤人，因为太真实。人最大影响力是想跟他在一起，想跟他一样。岳父想在工作上提供女婿元豪建议，无奈两人想法常常不同。大家情绪累积久了，反而关系越搞越僵。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没有共识，就是他希望我照他的想法，啊，我希望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就觉得，那我就离开就好了。我已经跟他达成共识，我说以后你们家的聚会还是什么，只要有你们家的人，你爸妈在，我基本上都是不会出现。对，纵使元豪心里不开心，但其实岳父岳母还是很期待可以时常看到元豪。只要看到我，但是没有看到元豪的情况之下，他就都还是会问，
就他即便已经知道结果了，可是他就都还是会问，这样他会说元浩怎么没来，元浩怎么没来，这样他怎么没有跟我一起跟你一起来，他什么时候要来，这样子。我们是张开双手欢迎他，可是元浩自己还没有过来，还在那个情绪里。女婿和岳父的关系落到冰点，最为难的肯定是卡在老公和爸爸之间的舒如。用这样想会觉得我好像蛮为难的，可是其实我还好。我还好的点是我当然希望全家人是可以和睦相处的，那可是如果不行，但是他们各自都是好好的，那我觉得就是一件也是一个好的 ending。 那你觉得有可能让你们破冰的点会是什么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哎，你这样问我，就我现阶段来说啦，哈，现阶段我觉得没有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可能三五年后会不会有，我不确定。蔡欣的办公室前院有一个三米深池，养了近十只锦鲤，看着在水中悠游的鱼群，是他沉淀自己的小世界。这是我可以。这个好好想事情的一个场域啊，水中的宝石啊，在日本来讲啊，要把它养好很难，不死很容易。蔡欣每年参加锦鲤比赛，他养的每一只鱼都超过75公分，其中一只身长99公分，随时可能超过100，等着比赛拿金牌。造物者的神奇，怎么有人会把血统改良得这么好？质地又能够维持那么久，然后又不会崩坏。蔡欣小时候家境不好，年轻时当食品业务，后来白手起家开食品加工厂当老板，和太太孟芬一起奋斗了将近20年，才慢慢熬出头。因为自己苦过，他看下一代找出路，有一套自己的见解。因为我家小朋友又不是台正青椒。他没有那么聪明啊，对不对？男的不是高富帅，女的不是白富美，那这些人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就会牵涉到一件事情：稀缺才有价值。而且我觉得，对下一代来讲，你要有本事第二曲线，你自己也要能够第二曲线。他就很像一个陀螺，他就是一定要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他静不下来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休息，他没有办法停下来。对，你不是我，你永远不知道我的感受，对吗？啊，也不一定有钱就会幸福啊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没有钱，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子没有钱，那我也不会让你为五斗米折腰嘛。所以你应该去追求你自己的热情。舒如25岁，在爸爸协助下创立了母婴品牌，担任负责人。舒如大学念的是医事检验，和经营管理完全无关，所有技能都是在职场上实战磨练出来的。其实我还蛮常听到，就是工作伙伴或是同事跟我说，以你的标准，我觉得你一定会觉得不行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可想而知，就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在工作上要求很高，然后很完美主义、很吹毛求疵的那种人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100分，为什么要99分？这样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的追求进步，是我的一种习惯啦。不将就是舒如在工作上的基本态度，同事们大多理解也接受，唯独妹妹怡婷会时不时冲撞她的标准。那百货体系里面的新的快闪柜，它也是一个新的市场。以旧市场、旧商品来说的话，像你的延伸口味，像你的这个就算是。企业模式20的话，就已经是一个目标很高的。我很像爸爸，就是比较理性，然后偏就是美血美泪，对。然后妹妹的话，她是比较多愁善感的，然后还是我们家最贴心的一个人。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跟你工作上面也会比较冲突？因为进来工作之前，我不知道你是像他的人。那如果真没有姐姐，如果是直接在爸爸下面工作？
他开始回去拔他的头发，所以他右边的头发就是秃了。淑如的大女儿 Dolly 为什么拔自己的头发呢？下段回来揭晓。晚上七点，元豪比淑如早一步到家，已经在准备晚餐等老婆进门。我会帮我老婆做豆皮猪肉锅，但是她最喜欢的食物是甜不辣。很乱啊！煮饭空档，元豪带我们参观了他们家。听说私底下的淑如和工作上判若两人。完全不一样。他在工作上就是对什么都很要求，啊，对家里就是什么都不要求。你看这里，你看他每脱下来的衣服，是不是很令人难以置信？没有洗衣篮吗？洗衣篮在里面，也是很乱啊，也是堆了很多啊。这里，那你会帮他剪衣服？一开始会啊，久了我就不会了，久了就没什么好剪，折磨自己干嘛？就不要剪了，马上叫他丢到地上，他等一下晚上回来洗完澡，他就再继续穿了。那是睡衣。刚交往的时候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不是很爱干净的人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的严重。才聊到淑如，他就进门了，鞋袜随手一脱放在地上。我刚刚偷偷参观了你的更衣室，还好吗？其实我不太确定长怎样了。淑如前脚到家，两个女儿后脚也从阿嬷家回来。Hello。Hello。女儿会学你吗？不会，她会还好。她喜欢就是排整齐。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不是都会排好。你们排好吗？还是在学你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要不要排好？你帮我排好好不好？每个人家里从小到大的习惯就会养成他一生后来的样子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强求他。你看他已经花了30年的时间养成这样，我不可能用3、4年、4、5年的时间去改变他这个习惯吧？我们两个超放纵的，不太会管他们呢。我就说从小他们独立惯了、欸、整洁你会要求他们吗？不太会。主张放纵式管教的爸妈给了三个孩子很多自由和独立，但在淑如心里一直有藏着一些渴望。我会很羡慕，就是早上可以带着早餐，或者是就是带爸爸妈妈切好的水果来的那一种同学。所以其实我有做过，就是我自己切水果，然后问同学说你要不要吃这我妈妈切的，这样子就是是真的蛮向往的啦。当妈妈后的淑如花很多心思在两个女儿身上，下班回家再忙再累，她都会留一段时间陪孩子。你要不要画一个蛋糕？好，画一个蛋糕。会漂亮一点。好，画一个漂亮一点的蛋糕。嗯，你会吗？那个粉红色吧。好，粉红色可以。这样。淑如的大女儿 Dolly 是高敏感孩子，害怕陌生环境，容易产生不安全感。现在社会中平均5个小朋友就有一个高敏感儿。如何和高敏感小孩相处也变成常见的亲子议题。以前就是还可以出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要安排出国的行程，那因为他还很小就没有带他出去，然后就发现说回来以后他好像有一些变化，他开始会去拔他的头发，所以他右边的头发就是秃了，这样很严重，非常非常严重。为了让女儿不再自残，淑如开始拔自己的头发给女儿，当作一种安抚工具。就是因为她，想我的时候，她就会跟我要一根头发，就是想我的，有点像锦囊，然后就一直都在书包里面这样。
从那之后我就会更去重视他的感受，然后给他更多的安全感，然后告诉他无论如何妈妈都爱你。舒如现在的生活重心白天是工作，晚上是小孩，那另一半呢？我最近才跟他提说我们要不要两个人去旅行。嗯，可是什么时候两个人？不知道，没印象，完全没印象，可能四年前的吧。小孩子三四年前，小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啊。但我觉得如果要两个人的话，很像会有点不好意思去华东，因为华东都要三四天啊。不要嘛，台南就可以了。嗯，两天一夜比较好。对啊。对啊，不然到时候他们会很想我们。夫妻单独旅行，讨论到最后又被舒如带回孩子身上，没了下文。两人各坐一头，继续吃着各自的晚餐。妈妈穿尿布来。现在不可以玩了。舒如的大女儿 Dolly 上幼儿园，小女儿 Mooly 由退休在家的孟芬帮忙看顾。小金鱼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小金鱼逃走了。乌鸦陪伴一岁多的小孙女是孟芬主动向舒如提出的要求。小老鼠也吃，因为老大那个不太理我，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带他嘛，就没有机会培养感情。那这个的话，我就主动说我要带，因为我带了他以后，女儿也会常常回家啊，所以说是变成是两个家庭。就是关系更亲密，好可爱。小孙女还不会说话，各种需求只能靠比手画脚。相隔二十多年再照顾小小孩，孟芬说自己变得比较有耐心。对自己小孩才会没有耐心，对孙子不会啊。我都说我是军事教育，因为那时候时间很宝贵啊。所以说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好，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就是要做那个事情。啊，现在带孙子不行了，现在小孩子不一样，现在都是要顺着他们的脾气跟个性，还有他们的需求。啊，以前我们不懂，现在的妈妈他们带小孩子也不一样，都是顺着他。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，孟芬在厨房准备迎宾菜色。这个等一下烫的，就是最后滚的时候再放糖。我昨天煮了腰三宝，那是我的拿手菜。平常三餐都吃肉的妈妈，为了接待客人，餐桌上出现了少见的蔬菜。等一下还可以炒那个高丽菜，然后这个是牛肚汤，我孙女最喜欢牛肚。嘉宾到访的这一天，暌违八个月没有和岳父岳母往来的元豪也主动出席了这场聚会。就如果没有现在做这个决定的话，我们就会有这个遗憾存在。那对我来说，或是对我太太来说，都是蛮为难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你可以绕道而行，可是当你绕道而行，你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再回头来看，你就觉得啊，原来我当初做这个决定，然后再回头来看，其实那时候其实一个蛮无聊，甚至是蛮幼稚的行为。因为元豪的出现，让拍摄团队临时起意，邀请大家对家人提问。爸爸正比疾书，第一个交功课，已经写好了。相较于蔡欣的果断，孟芬的问题似乎有点难下笔。至于小女儿怡婷和老公阿丹，神神秘秘的在房间里，不想让问题提前曝光。爸爸，你有看我的吗？我主要是没看到，我是瞎了吗？到底是哪位嘉宾登门拜访呢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，
平常分住不同地方的一家人难得全员到齐，在准备迎接客人前，孟芬开始做最后摆盘。今天的佳肴有乳味拼盘、红烧牛三宝、蛤蜊牛肚汤，一道一道端上餐桌之后，来宾也抵达社区。叔叔还是阿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答案揭晓，今天的来宾就是让舒如一家人都很期待的健身网红夫妇大 H 小 H。大 H 是台湾第一位健体比赛选手，2016年开始参加比赛，健身资历超过10年，以傲人的肌肉线条广受健身族群的喜爱，在 IG 上有21万人追踪。我们有在家里练一下仿钢，把仿钢全部蕊了一遍，对，还蛮期待的啦。好像过去没有这种经验的，就是其实蛮荣幸的，因为觉得自己应该是有一些影响力，然后才会让人家觉得可以有这种机会来参与。大 H， 欢迎你来我们家。好啊，谢谢。对啊，欢迎来我们家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们的荣幸。跟你太太嘛。对，太太小 H。小太太是小 H。哦，大 H， 小 H， 哦，是也是教练。家人替阿公介绍过今天来宾之后，大小 H 也热情送上每一位家人都有的小礼物。然后上次你去比赛的时候，不是凌晨那什么3-4点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也有发抖。哇塞！哇，会看到哭哎，因为你就是一直狂大叫，黄小虎的一夜，狂大叫说你叫你的名字啊，叫你的号码，什么 18 18 18，对。然后我就一边讲，我心里面想说，真的很希望可以得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就哭这样子。哇塞，那真的是都有在有发抖，有感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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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聊到健美比赛，大小 H 对于曾经参加健美比赛的孟芬也相当好奇。当初怎么会想要开始比赛？对，我运动是因为我身体必须要运动。如果没有运动，我就会很没有精神，然后一整天就很没有，就很没有精神，就对了，就觉得很累。但是跑马拉松是一个目标啦，就跟比赛一样，它就只是一个目标。其实平常你也知道，其实平常的训练才是重点。那你还会想再参加一场吗？就是你要问自己说为什么而战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还要有目标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试着给自己更长的时间备赛，因为那是第一场嘛，也是后来就没有比了，因为我觉得那可能太激烈，你可以花更长的时间去减，好，然后去让自己。我那时候花蛮久的时间呢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是几次几次降啊？没有，决定到要比赛3个月而已啊。对啊，我备赛3个月啊。3个月很短啊。他不要是哦，3个月后就要去比，你可以放在可能是半年后或者1年后，然后你这样一样有个目标，只是它比较远一点，然后你慢慢的再去。因为如果你跟你我如果要比的话，就要放在3年后。3年后，你不是说明年想要比赛？啊，对啊，有想要比，因为你感觉肩膀蛮宽的，比例是好的，比例更大，对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减。事情最小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减脂是最简单的，结构是最吃天生基因。然后那个我们的教练就说，他的体脂要先降到多少，才会有机会。他说至少要比赛至少要10吧，你说比赛吗？对啊，如果要有成绩的话，都要更低。对啊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减到一定程度，先看就是自己的状态。眼看健身聊到停不下来，拍摄团队只好拿出铅筒转换话题，请大小 H 帮忙念出来家人们事前写下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弟弟祖旭问爸爸妈妈。2。爸妈婚姻最难的是，哦，他可能现在思考婚要进入婚姻，在问前辈。哦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啊。嗯，对。你觉得你有回答到问题吗？有啊。他说最难的是什么？啊，最难的就是赚钱。你如果要赚钱，就没有办法享受家庭生活啊。你如果要享受家庭生活，就没有办法，也不一定是钱啊，有时候是工作。比方说，你今天如果是职业军人，怎么可能朝九晚五？对，那你如果维持
维持应有的家庭生活啊，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接受还是怎样，都是一些问题啊。人不可能所有的想要的通通兼顾吧，有些东西总是要努力你才会获得啊。我们结婚几年了？37。37，从第一年一直到第37年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，然后他并没有改变。什么事啊？比如说牙膏挤中间吗？对啊，他也是哎，他都是挤前面，没有要改变一下。就是你是从第一年他不会改变，没有改变，到第37年都没有改变。就是说你一定要，就是这很难很难，就是说你要舍掉自己，舍掉自己，了解了解。你要舍掉自己，你就是去接受他这种个性跟习惯。孟芬和蔡欣37年婚姻之道是接受，以及认清改变自己比改变对方快。那结婚5年的舒如和元豪又在磨合什么？就是脾气不好，尤其是开车的时候。然后小朋友就是问题很多，他们就很吵这样。然后他们在后面很吵，然后我就已经很尽力安抚的时候，然后老公就是可能前面的那个车就是开很慢，他就会想说，干你怎么开那么慢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就会很急着就是要超车什么的。他开很一旦一快之后，其中一个女儿就会说好快哦，然后他就会又在那边讲说什么。我快多快，你不要管我什么的，就会很凶小孩这样子，对。然后这个处境就是会让我觉得说，我到底是就是怎样什么的，带惹到谁什么的，对。你觉得呢？这个，我觉得他要调整。有时候发脾气没关系，可是像我自己有时候在带小孩，小孩子真的是随时在失控，就是还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。不然你下一次影响的小孩，有时候他甚至会影响到你们安全。对，好，下一题。上 H 直接点出元豪需要学习控制情绪。下一个孟芬的问题也是冲着元豪而来。元豪，三代宅为什么不看好？各有独立空间，又可以蹭饭。塞小孩为什么先排斥？三小孩，那是不是要先那个前情提要？三代宅是什么？孟芬提出的三代宅概念是希望盖一栋集合式房子，三个孩子和各自的家庭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但是享有独立空间，可以就近互相照顾，却不干涉打扰。只是这个提议，元豪打了第一枪。你知道有些感情是有距离你才会觉得美的。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是跟他的，就跟我的叔叔，然后还有阿嬷，就是住在一起，所以其实这个印象，我会把这个观念套到这个东西三代宅里面，你就会觉得原本你分开其实都好好的，可是你生活在一起，你就会有一些摩擦。就算你有独立的空间，但是其实你们还是很 close 很近的，有些生活上就会造成一些无形的压力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赞成就是三代宅？其实我就是不会赞成的那一方，对对对，因为我还蛮喜欢有自己的空间，自己做事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像我朋友，他就是之前就是跟家里都是住在一起，然后他妈妈就是他们的家人都对他觉得对他很好，然后什么都帮他弄好好的，然后可是他也因为这样子。他觉得他有压力，好比说就简单的就吃饭，晚餐时间可能卖个5分钟出来，可是就摩擦点就出来了。两个不一样观念的人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吵架。啊，爸爸妈妈想法总是希望大家越近越好，哎，孙子要回来都很方便嘛。对，蔡欣的三代宅构想，除了展现三代同堂的渴望，也看出他的财力。请问爸爸。如果你现在没有钱的话，你还会对生活感到满意吗？这是谁问的？我。啊？会啊。为什么？有你们在啊，对不对？可你没有钱。但是你这个议题是个假议题。没有钱。爸爸，你试着去想想看。钱代表一件事情是你的成果，因为我今年60岁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你问他就知道，我每天想的就是一定要先买一间房子。要有一个安身之地，对吧？我是买了房子才跟他结婚的，因为我觉得当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一间房子，要怎么结婚？因为是没有伞的孩子，所以我从小到大想的就是
改变我的生活。三代以来大家住在一起资源没那么多，还是大家像现在一样，就是资源比较多，还是没有住在一起？他已经选出来啦，就是现在啊。因为爸爸他我相信，因为他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他会知道没有钱其实很难维持现在的关系。对啊。所以我觉得你会变成是像刚讲的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嘛。你如果真住在一起，但是如果你们都没有钱，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在我们拍摄期间，舒如三姐弟曾经分享跟爸妈鲜少有共同话题。今天这场餐叙，彼此坦诚的沟通，让家人间少了一点距离。其实有时候我对于长辈来说会有点太客气，对，就是有些话我会觉得不适合讲，或是不敢讲。尊重啊，尊重，对。但我觉得在我们家，我觉得都很敢勇于表现，而且不会有很强烈的反馈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，或是怎么样？我觉得那是这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。大小 H 他们就是算很真实的人这样，然后他们的。分享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跟我们的交流也是就是很温暖，然后又更喜欢他们这样。我觉得大H跟小H都很会说话这样子，就是在问问题的时候都把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包装以后，然后再重新讲一次，然后就是有更就是直接切入那个要点的感觉。聊天的对象会觉得说他真心有在了解你的内容啊，然后有去实际的，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就是你的角度看这件事情这样子。其实大 H 跟小 H 就是他们在 YouTube 上面的形象，好像跟他们本人也是蛮类似的，在健身圈的风评也一直都蛮好的，所以就蛮符合自己预期的。他这样子带动健康的社会气氛啊，我觉得很棒。他给人家的形象是好的，我是鼓励他啦。太阳天去海边，小时候老泉笑得多甜。长大后忙得没有时间，还多了沮丧的脸，人之间爱和怨填满了成长和所有思念。以为的幸福在晚餐之前，却悄悄地不告而别，谁能选择怎样的缘分，谁认真还微笑地说要去爱，就趁现在。